叛军，夺回濮阳。身手不错，但别大意。吕布果然名不虚传，曹操军倒像是浪得虚名啊。撤，袁让，不可深追。撤。我所如意，看招。阁下可别用这份力量翻过头来对付咱们老大。我等被称为曹军的双臂竟也会败下阵来。我
军已成功夺回濮阳城。四处都不见吕布的踪影，哼，难不成是怕了？怎么会有袁绍的士兵？这个畜生！袁绍！